关家，关家是360游戏独家代理的一款回合制游戏哦。因为今天是终极那一刻，现在是刚开的新服天之骄子。看到我了吗？看到我吗？我不知道看哪好了。好多人在说话，很麻烦。哇，好多人哇，好像在逛市场啊。哎，那个什么东西，我的人物叫是梦雪。找到我了吗 ？ID 哦，告诉你们 ，ID 是10290。嗨，好多人跟我打招呼啊！好，先给大家预告一下，待会儿呢，我会不定时的给大家发一些游戏福利，福利非常直接的，就是直接送游戏里面的金票和银子。今天呢，我会送出的额度高达999金票的红包，赶快来参加吧！赶快！那个还有啊，跟你们说，送福利之前呢，我是想先去换一个神兽的。我之前看到游戏里面的神兽非常非常的喜欢，阿宝看起来非常呆萌的，火麒麟呢又很霸气，小悟空又非常调皮。你们觉得我换哪个好呢？我能不能换到啊？试一下哈。这个神兽可以再去哦。怎么回事？试一下。嘟。是他吗？结束了，哦，这么快结束了，好吧，那我领养的神兽就是啊，这是火麒麟啦，哈哈，才零级啊，零级小神兽，好，哇，来，那我看看给他改个名字，改什么好呢？看看大家都说改什么名字好，赶紧看我。香菜宝宝不行，四个字，要七个字，赶快！还有啥叫什么香蕉什么鬼？你能不能认真点儿？快点！我要选一个名字，赶紧的。其实我是好人啊！哦，七个字挺厉害的，不好听啊！赶快给我的火麒麟弄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啥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你也真的是，你够省事儿的。哇，太快了！什么小豆丁什么鬼？还有什么班长什么东西的？什么黄瓜？你们这些人真的太过分了！我的名字特别长，我的粉丝都是奇葩。我看啊，哎呀，都太快了，翻新的太快了。宋茜啥？又乖又萌。叫什么好？你们这些人也太过分了，都不认真给我取名字。宋茜小黄瓜是什么东西？长什么？还有很多发表情的人，你们是故意的吗？我看取名叫什么好？宋茜女朋友，宋茜的守护天使也不错哎，宋茜的守护天使可以，取这个吧。有没有还好的？更好的？没有更好的，我就落单了。好，那我就取名叫宋茜的守护天使。哇，这么快就成就了？哎，好，选好了，点一下观看。你就看着他走路的时候跟着你一块走路，看，哇，好拉风啊！换完神兽以后呢，我就要发福利啦，哈哈哈！
现在想要福利的玩家就可以开始在游戏的世界上面啊，在世界上面发桃花源机二十二点二终极内测火爆开启，我就会在这里随机抽取幸运玩家，然后发红包啦！赶快的，有没有人在发？嗯哼，哇，好多人送我东西。嗯哼，好，我来选人了。因为我是个发红包的新手，哇，这算是发送成功了对吧？还没有啊，不算啊。等一下，我再研究一下。发红包不是一件简单事情哦，收到红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。等一下，我是红包新手，等一下。这样算是可以的吗？算是发了成了吗？这是算啊。OK， 发成了。恭喜你拿到红包，红包怼一怼。怼到了，去买好吃的、好玩的，算成功了哈！哦，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！耶，成功啦！耶，恭喜我们的小玩家，恭喜玩家！然后已经是有两个玩家哈拿到了我的红包了，现在玩点别的哈，来给服饰染色，先买个红包，给服饰。现在我要给服饰染色。看看怎么弄哈。大家有什么建议吗？我头发什么颜色？衣服什么颜色呀？试一下哈，看看，这颜色还行，下一个，再看看有别的好。哎，我还觉得这个好。点发紫、发白、发蓝的感觉，我可能觉得。看下一个，哇，上刚刚那个好。OK， 好，这个不错，大家感觉怎么样呢？我那么好的，蛮美的。好，下这个，好，现在变得美美的，白衣白毛女侠。好，染完颜色了，我要来，又到了我发福利的时间啦。这次我们的口令很简单哈，在世界上面哈，在世界上面发桃花源机二，真好玩，在世界上面发桃花源机二，真好玩就行了哈，听见了没？福利哈，真的收到我们福利的人真的都好幸运啊！但我就是随便挑的，你们不要对我有那个什么不好的意见哈。对，因为我就是
随便挑的。所有人脑袋上面都是桃花架，真好玩。好，红包怼谁？红包来啦！但红包怼一怼应该不是不好的词吧？啊，不听别人说，红包怼一怼，来，红包，红包请收下，恭喜你。再来下一个，红包请收下，大吉大利，恭喜发财。好，但是哈，真的是我是随便抽的，所以说没有抽到的朋友呢，一定不要灰心，因为剩下来的六天我还会继续给大家发福利的，所以你们就不要灰心哈。嗯，好了，刚刚发完金子，我现在就要发银子了啊！要发银子了，现在想要银子的玩家可以来月老这里，我会在周围随机点玩家，然后给他88888银子，赶快，赶快找月老啦！月老在哪里？赶快找月老！都找到月老了吗？嘿嘿。有人收到吗？哎呀，好多人要跟我交易哦，你们跟我交易啥？是我送你们钱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送我钱呢？真的是太客气了。哎，蓝色妖姬，哇哇，蓝色妖姬，哇，有人送我蓝色妖姬嘞，谢谢谢谢，送我蓝色妖姬，哇，一看就知道很贵耶，竟然送我蓝色妖姬，谢谢，哇，好忙，太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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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都太热情了，我好像我都找不着我自己在哪了。好多人要跟我交易，你到底要跟我交易啥？好吧，大家今天太热情了，那我就给大家再来一个福利。哇，太忙了，我先要给大家下一个福利了。你们这么热情，来，我给大家下一个福利了哈。嗯，哎，帮我看一下在线人数，要怎么看？3万人哎！咦，你看这，3万人，好多哦！三万人算多的吗？对啊，谢谢，有3万多人来看我哦耶！其实大家都是来发红、来拿红包。哎，有人送我蓝色妖姬啦，好厉害！但是我想问，蓝色妖姬为什么是粉红色的？研发要投诉一下，为什么蓝色妖姬是粉色的花环？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特点了。好，那我现在下一个福利了哈，我下一个福利我真是好，我要下一个福利，我会在现场抽取一位玩家和我进行视频连接哦。现在大家可以在弹幕上面发桃花源期二。就发桃花源记二，在弹幕上面我就会跳跃玩家进行视频连接。哎，在连线期间我先换一个坐骑。哎，换一个啊，好多人我都找不着我自己了，你这些人真的是太热情了。太忙了，
这里西有坐骑有两个，一个是酒花，一个是莲花。哎嘿，换哪个好呢？莲花，莲花美，酒花也蛮美的。莲花，再看看莲花。呜呼，莲花，酒花，莲花。都蛮美的，但是其实莲花比较适合我今天装扮嘞。莲花，那选莲花。我选莲花哎。现在四万多人了。人太多了，好紧张啊！来吧，又到了发奖的环节了。哎，想要金票的宝贝们，直接在世界上面。哎，又在世界上面。哇，蓝色妖姬耶！你们好有钱哦，赚了钱都不买蓝色妖姬了。好，在世界上面啊，在世界上面打一，打一就行了。随机抽取幸运玩家，然后我就发999红包，999金，对，999金的红包。快点打一，我这么多一，有人的名字叫不在嘴臭。好，有时间抽空就玩游戏。哇，好开心啊！我觉得好开心。那你能送我一个神兽吗？送你神兽啊？对啊。那你给我什么？好，我问一下，可不可以送他一个神兽？可以。好，那你报一下你的服务区的那个 ID， 然后我让。送你一个，哇塞！我权力好大，哦，你稍后我听，好，稍后他们跟你联系哈。好，我开心。嗯，能给我飞个吻吗？飞个吻啊！啊！好幸福的粉丝，哇，跟我一样友好。好了，拜拜。跟我一样友好，你刚刚看到了吗？跟我一样的刘海，好了 ，OK， 呵，哇、哦，很紧张，好了，我现在也，我看几点了，咦，差不多直播要结束了，那我现在在洛阳的哈，我现在在洛阳的坐骑使者处哦，洛阳的坐骑使者处，有想要合影的赶快过来。错过了，哇，都瞬间移动吗？怎么这么快？我还没说完你们就过来了，好吧。
好吧，那对对，很开心今天大家一块玩游戏，哇哇，好像那个什么东西，那个对啊，各种骑着各种哇，还有骑小鹿的哇，你们都好有钱哦，比我厉害的感觉，嗯，好多好厉害的人啊。好啦好啦，哇，又送我蓝色妖姬，谢谢谢谢。好啦，很高兴跟你们今天一块在游戏里面见面，跟你们一块玩游戏，还给大家发红包。那接下来六天呢，我也会抽空玩游戏，然后跟大家一起互动，然后给大家一些福利。那好啦，我就在桃花源记二等你们哈。哇，又送我蓝色妖姬，爱你们。嗯，这谁发这么多？这么多粉丝，哇哇哇，好感谢啊！哇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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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热情，哇，好多人，哇，还有发表情的，哇，好厉害啊！看粉丝都说什么呢？好热闹啊！都有猴子，哇，为啥要生猴子呢？你是爱的告白吗？嗯，还有人在求红包哎。是啊，要不要再发一个？再发一个吗？我再发三个好了。好，来，给你们搞了三个福利哦。来，太多人了，我都找不到你们是谁是谁，怎么那么多大头？哇，好可爱啊！哎，你们集体以后发这种黄色的这个大头的这个头像的话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啊？发一个看一看呗。你们有人在截图吗？我觉得好可爱啊，这画面。你在截图呢？哇哇，满头的大黄脸。大家记住呢，要不然你带大家记住了。好，我等一下我发福利。哎呀，我再发三个红包，发三个红包，发蓝色妖姬，发红包。我们桃花源记二是很有钱的呢。不停的发红包，哥，嗯哼，发红包发到手软，OK， 我这是发三个了吗？你没数。是三个了哈，好，哇，有人说用红包砸我，大家很热情的，哇，三个姐姐最漂亮了，谢谢，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是问题就是你们都把我挡住了，怎么大合影啊？你们都看不到我了，都是你们的大黄脸，你们往前跑一跑，然后这样呢？对，我站在最前，我站在一个比较往前的地方。可以溜达的，然后他们站在前面的人，对对对，对，你们谁都不许站在我的前面，挡住我了。对，溜达溜达，让他们，诱他们。对，好好好，不让他们追上。弄一个我的正面，然后你们都站在我的后面，好吧？对，啊、对对对，追上，有人追不上了，快跑快跑，不让他们追上。又缠过来，这么多人。我站在楼梯上是不是比较容易拍合照啊？对对对，我是比较高的地方。哇，我有莲花，你们都是土脚，你们跑得这么快，都是围绕着你。问题是都是那种白色、蓝色、紫色的感觉，都找不着我自己。要不是我有一朵蓝，我有一朵莲花。我们放个翅膀，放个翅膀，好，试一下。翅膀，放翅膀。
人用翅膀了耶，我路过了一个人，他有翅膀耶。啊，翅膀，翅膀，翅膀。翅膀，可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这个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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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个。我有钱，我有钱。要不去给莲花染个色。桃花源家，我要翅膀，我要那个190斤的翅膀。嗯，你们不能免费给我翅膀吗？对，你们为什么不给我翅膀？还没有钱，你们让我去买翅膀，没有钱。收到了吗？我们再点一下，大大一下就大，很不金子的。嘿，嘿嘿，好漂亮！桃花源家，棒棒哒！耶！等一下，把我翅膀弄上。翅膀没出来。干嘛？哇，瞬间围接这么多人，我感觉我比孙悟空还厉害耶。穿越过来找你。啊，天哪，我感觉他们都好恐怖啊，追债的都追在我后面跑。有人问姐姐你的黑眼还有吗？他也还想要。没有了。今天的飞吻能量棒已经用完了。好，大家要合照的赶紧啊，赶紧站过来，不许挡着我啊，谁挡着我就瞬间移动到别的地方去。没有人挡我，你们对话挡到我了。哇，好多人给我钱啊，你们都好有钱，你们都好有钱啊。谁送了我1000多两呀？好有钱啊！都送银子，没有人送金子吗？我是来发福利的，没想到问你们要好多钱。哈哈。那姐姐，你明天还会来吗？你们会等我吗？你们会来一块玩吗？哇，你们都好有钱啊。去让你们都追不上的地方，但我觉得我马上就会被他们跟上来了。大家都好厉害啊！你是谁？我是大佬主持人古静。我看见一堆人从我这边过去的。啊，真的？好多人啊！你的头发有被撩起来吗？好痒！我要跟上你。骑的这个小路怎么开？要不我们也去换一个？我没有钱了。必须有啊！哦，有钱。我们的工作人员在。
线主创人员，然后再下十万分。哎，刚刚那个蛮美。哎，等等，先记住第一个哈，再往下看一下。但有人跟我对弈，你们那么多厉害的人跟我对弈，那不把我好不容易换了莲花又弄了翅膀的。第一个吧，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不行，我那个莲花，我再换个颜色看看。对，哦，这颜色蛮美的，蛮亮的耶。再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好多颜色，嗯，再往前，嗯，第一个是什么颜色来着？哎，我换你都能看到我换什么颜色吗？我换他们是能看到的吗？我看不到是不是？可以看到啊。是吗？第三个吧还是？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第三个还蛮亮的。那第三个吧，第三个那你们都能看见我了。又聚集了这么多人，你们是不是看我比较看得比较清楚一些？因为我现在身上特别的亮。哦，好贴心的粉丝啊！哦，真的哎，哎，你们这些坏蛋，你们都知道我要坐飞机，把电脑搬上飞机玩了，抱着。陈薇就该说了，乘客，请你关掉电脑，我们的飞机上不能开着电脑，飞行模式也不行，嗯，要注意安全。好啦好啦，直播要结束啦。你们要乖乖的玩游戏哦，不能玩太晚，你们不能熬夜，知道吗？玩游戏也要开开心心的玩。最后再给玩家发一波福利呗。再发一波福利，看我们的花园件儿多么的豪气！我都以为我的任务要完成了，又来一轮给你们发福利啊！知道你们给了我很多钱，来再给你们发一点。发啦，是不是很开心呀？
没有收到的宝宝们也不要灰心哦。我要去赶飞机啦。好，那我去赶飞机了，宝宝们，待会儿可能有的宝宝可以在机场见面吧，好吧？大家游戏里见喽！谢谢你们，你们都好热情啊，今天你们都好热情啊，对，对，我们下一次游戏见面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明天见，拜拜，宝宝们，拜拜，哇！最后一个飞本用完了，炸掉了，不炸了。好了，结束了，拜拜。